2020年因为疫情关系，最后东京马拉松只开放精英选手约250位参赛。前面几位黄色衣服是配速员，果然都是精英选手，前面跟上的人真多。热热优太也跟在前面集团，约2K 后就脱掉手套了。大破节身高168公分，体重53公斤，5K 14分33秒，不知道是人太多拿不到补给，还是有专属的补给员。感觉大破节身体很直，不像旁边选手上半身比较前倾。10K 29分12秒，前面赛道下坡路段比较多，速度快很多。大破节掉到第一集团后面，日本选手在他前面只有井上大人。15K 44分01秒，看起来温度有慢慢回升了。又来一次上半身跑姿的比较。 20K 58分42秒，折返点到了。半马 21K 1小时02分，前面第一集团选手有慢慢变少。 25K 1小时13分32秒，大破节补给中。30K 1小时28分40秒，有开始慢慢加速追回第二集团。井上大人有痛苦表情。大破节开始超过第二集团。35K 1小时43分36秒，选择没补给继续前进，看起来有点侧腹痛。40K 1小时58分51秒，超猛的意志力，腹痛还追过了。高举手，他知道自己可以破纪录了。最后 42K 2小时05分29秒，破了自己上次的日本纪录21秒。喜欢的朋友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